李秉宪，这是李秉宪，这也是李秉宪。在电影《局内人》《Master》和《南汉山城》中，展现出精湛演技的大神李秉宪，这次打破以往形象，首次挑战喜剧电影，和凭借《东柱》崭露头角，横扫各大电影节新人奖的朴正明，以及老戏骨尹汝贞合作演出《那才是我的世界》。李秉宪在电影中有场和尹汝贞尬舞的场面，他坦言：“저는사실연습전혀안했던왜냐면사실거기저의몸놀림과 춤솜씨는사실선천적인저의춤실력이었기때문에그렇지만한가지저는찍으면서도그렇고걱정했던건싸이뮤직비디오를사람들이연상하겠구나라는생각이들었어요뮤직비디오를많은분들이보셨기때문에갑자기드라마에서빠져나와서갑자기싸인뮤직비디오를연상하면어쩔까현장에서는어쨌든뭐스태프들모두도예상하지못했던어떤상황들이었었나봐요굉장히다들막여기저기서너무웃음이많이터져서NG 도나고而在电影里饰演李秉宪与朴正明母亲的尹汝贞，被问到有没有哪个瞬间真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他毫不迟疑地表示：“이병헌은좀너무어려워서없었고요 낳기만하고못키웠기때문에어떤의미로이병헌이어려운거는진태한테는있었습니다많이같이 같이제속도썩이고그러고그래갖고